喝 Mojito， 哎，感觉大家其实不是酸民，哎，就是哦，可能只有酸民才会懂我在说什么吧。就是周杰伦最近发了一首 Mojito， 然后不知道我整天都在看，就是不知道，因为那时候就有朋友传给我，然后我们就在酸言酸语，对吧？不知道，我觉得这样的生活其实蛮好的。反正就是这样，键盘酸民啊，就是吴宗宪最讨厌的那种人嘛，啊，不知足。啊，没有啊，就是不知道。好，我要唱一首，就是因为今天是活动啊，反正就是说要游戏规则是这样，就是你要带手来抖，就是你要准备一首你自己没有发表过的歌，然后所以我就很差，就是我几乎都已经唱了，就我又没有发表什么，然后我说所以是没有正式发行就算吗？好，那就好，就是毕竟我只有发行过四首歌，对，然后还有一首是你的偶像吗？对，然后我就想，就毋庸置疑啊，就是那位 Mojito 的人，对，然后就是，因为我小学的时候，我第一次爱上音乐就是因为他的叶惠美，就是我那时候觉得，哦，这太好听了，就是我那时候用一个什么亚洲2000线上试听，就是把它点开。然后就哇，可是我知道我爸妈很讨厌这个家伙，就是大家觉得他吊儿郎当，就是一直吊屁啊屁啊，反正就是我爸那时候就觉得他是个不良分子。可是那时候我在景美，我记得在景美，然后在唱片行倒，然后时候我逛的时候，我就看到叶惠美白奶，然后就哦345块，然后那时候我那时候就一直看，就是我那时候假装一直绕，然后时候我就一直摸他，然后那时候我那时候就先问我妈，我说我如果买这个人的唱片，你觉得 OK 吗？我妈说你问你爸，然后呢，我那时候就觉得问他那么固执，就是我觉得好像有点难。可我那时候觉得我应该可以感动他，就是我那时候说，这张我可以买吗？然后说，买啊，这样。然后我就想说，好啊，就买吧。就是，然后呢，我从此之后，我每一张专辑我都有预购，然后还有拿到什么魔术方块吧。反正我前天，因为我家前阵被白蚁啃食，然后那时候就在整理柜子的时候。然后发现哇，我真的是周杰伦粉哎！可是我那时候，我好像讲上瘾，我可以不要唱歌。然后那时候我那时候觉得我太屌了，就是我有超级多周边。然后那时候半夜就心血来潮，我就传给这边的一位同仁，他叫张赛。反正他那时候就呛我，他说你这东西根本不算什么。然后他就说传一个什么公仔给我，然后我就觉得就算了，我还是不要做这种事好了。对，好，我唱歌好了，好不好？还有一点就是看，其实我不会用电脑，就是我家其实没有电脑。然后其实这次的活动，我觉得有点不知道，有点像是老天爷在给我吹一个期中考，就是、说你没有电脑，你要注意哦这样。随便，好，我要唱歌。对，我真的没有电脑，我是这三天才去找我的佛卢之轩。对，我真的很感谢他，就是他真的很帅，而且是天才。对，我趁机告白，好。对啊，他真的很帅。好啊，不是啊，可是现在是我要表演。对，还好。我的李不知名啊。哇！在角落一直把我黑色
就是一个疯子，他可能走到，因为我要做个角度声，然后走到一个地方，然后可能就是，哎，前面有车门关起来，然后感觉像一个神经病，然后他就回头，然后再去用力撞个车，砰砰砰砰。对，好，接下来，我没有啊，反正就是这样。接下来没有，反正就是门嘛，反正接下来我要唱一首，就是我的乐团的歌曲，就是我乐团叫 Very High。有一个惊叹号，有一首歌我自己很棒，我自己觉得很棒，可是他没有发，所以这首歌刚好今天可以唱，对吧？然后其实阿飞厉害多嗨啊，就不知道，我其实没有很嗨，我其实没有嗨，我是觉得就这样，对，好、啊，就放吧，我很喜欢这首，所以真的很棒。